大家好，我是Ben，来自美国，然后这是我学习中文的 vlog。OK， 那今天的游泳以外，我们有这个身体不是国际仪式啊，好像讲错了，我查一下吧。是那个啊升旗仪式哦，对对对对对，讲对，升旗仪式，对，所以，啊，对，有点累，因为这样子可能半个小时对吧？然后没有什么哦，还需要一个单词，升旗仪式，稍等，我们会说就没有什么哦 ，be in， 可能是 be in， 可能可以讲 be in， 对。然后好像因为这个太阳的光就是很亮，你看不到就是台子上的表演什么的，对，好的，那没关系的。好的，那今天好像是春天的第一天，就我感觉没那么热，哦不是，没那么冷，没冷，然后就有点热。还有今天有这个家长会，对，家长会来听我的课，然后本来会有课，但是另外一个人需要换课，因为他们才会对上这个家长课，所以现在就大家就变得更忙好像。好了，然后我想讲一讲我的学习吧。那最近这个都不错啊，我意识到现在的水平应该就试都已经本来已经是应该开始学就是那个四大名著啊，对，或者就是更难的内容，然后其实阅读还是有点有用的啊，对我来说，对，本来是这样啊，如果我可以明白或者看得懂这本书呢，这说明 OK， 其实我的中文水平是非常不错，对吧？因为如果你是学英语，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得懂，就比如说莎士比亚，还有什么就是英语的，很有名的文学什么的，对，那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啊。所以现在要学啊《红楼梦》啊，而且因为很难，我好像先应该听一个故事，并不是啊，不是看这个有见识，所以我先看个见识，然后好像再看书吧。因为虽然可能我认识这些字，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可能有些比较适合给孩子解释的内容，还可以听一听。所以那是中文还有泰语的话。还是就是慢，就是每天就慢慢学习的，有两种的内容，一个是语音的，一个是可以画画，可以做别的事情，然后边就背出来的，然后另外一种内容需要看视频才能明白，而且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唯一的问题是需要提高我的注意力，对吧？然后我下班之后才能看这些，而且其他的可能我会可以边改一些作业，然后就方便听一边，对，这是泰语，还有其他语言越南语，其实我对这个语言就非常感兴趣，因为觉得听起来很酷，就是很特别。
所以我还是跟那个 Pemzer 来学习的。然后 我发现哇，虽然我的水平不是非常好，但是上课的时候通过这个就是图片还有肢体语言的方法，其实可以说的很多。所以这个过得比较好。还有什么对，韩语是还是差不多没问题的而且我觉得我的水平稍微高一点，然后觉得韩文的话已经就是已经很普遍的，对吧？所以学韩语就感觉没那么特别感兴趣，因为觉得其实回国可以学的，其实很多语言回国可以学的，但是尤其是怎么说韩语日语，对吧？就是很多人已经学的，所以不知道，我喜欢一个挑战，因为越南语是越南是一个有点小的国家，对吧？所以其实学习的内容不是特别的丰富所以就是这会让我更感兴趣学习的。如果是日语还有韩语，那已经有丰富的内容，对吧？但是我现在的态度是，如果我可以好好学这些语言，那什么语言都可以学的。因为我们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已经有内容了，比如说普通话可以说普通话、阿拉伯语、日语，还有可能英文，这些语言对世界上的人都觉得是最难的但是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我可以说英语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但是因为有很多内容，然后就全世界是学英语的，我还是觉得其实是比较容易，因为学英语的方法就增加了，有很多很多但是你是英语母语只学其他语言吗？不是很普遍不是有很好的内容，差不多需要就是我做一个老师，就是用这些上课的方式来学这个语言。对，好的，那我每天都要讲语言的，对，因为这是我的最大的兴趣爱好。但是对，声音已经掌握了好几次，但是通过这个语言可以学不同的语言，对吧？就比如说就是 hello， 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画画 hello， 画画，还有编辑视频，还有就是很多。好的 hello， 那我已经差不多讲完了对，好，那我不打算今天晚上就跳出来一个很具体的话题吧。好了 ，OK， 再见。OK， 那我已经下班了，我们在这个烤肉的地方吧。我们今天的训练就是力量训练就那个强烈就增加了，因为上个月是练我们的持续力，对吧？当时这个月是更平衡一点，就是稍微重一点，然后我们的次数就稍微少一点，对吧？然后下一页就是可能最多是5次，但是非常非常重，所以今天就对就感觉有点累，但是没关系的。好的，那我们先采访一下 Max， 你觉得今天的训练力就是那个力量训练怎么样？不要跟我说话。怎么了？不要跟我说话。怎么了？你觉得今天可以吗？可以，我要累死了，可以吗？好的，所以我们需要多吃点肉，为什么呢？因为有那个蛋白粉，对吧？蛋白质，对，我们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怎么
讲英文讲得怎么好？啊，谢谢。可以。啊。我的英文都没有你中文讲得好。啊，谢谢。对，学习中，对吧？有这个语言环境。要喝的吗？要大米吗？这个要很久吗？这个也快，再来一个这个。那我再点个大米吧。没有，这个半熟的。半熟的。不喝大米，谢谢你。真的吗？真的，喝水。要不然我不就白练了吗？什么白练了？喝一杯虾球。这是力量训练。你的身体需要更多的卡路里做补充一下。什么东西？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对。对吧？对，你说的对。要不然你就不恢复好。恢复不好。恢复不好，对。哦，他们没有我想要的。哦，热可可有的。你确定不要了吗？好的。抹茶要了吗？抹茶不要。好的。那个另外一个吗？哪个？就贵一点。哪个？真茶。不要。晚上好。有的人说那个茶就非常贵哦，不可以说了哦。完了。哦，我点错了，怎么办？你现在赶快去跟老板说呀！没有，赶快再点别的。再来一单，到店自取。老板，那个是什么？一个白的，一个黄的。有那个热可可吧。 OK， 那今天还要做什么？哦，回去学习吧。对，那个今天呢锻炼都非常非常忙，对吧？因为本来就太无聊了，对吧？就是做一样的感没感觉，对吧？但是现在感觉 OK， 那我练好了，就身体有点那个吧。好的，然后明天我们好像早点会下班，然后有这个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这个周就非常非常轻松。其实今年这个学期是差不多很对，就是很轻松的，我非常喜欢的。好，那我先不拍吧，我可能晚一点会就操起来一个专门的话题吧。当然是可能这边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什么的，好像我已经讲过了。Alright, let's go to see the other one. 左链。啊，有的人。那边那个。就吃吃吃吃吃吃。还是活的吗？当然是。你不要录好吧。是我们俩的生活，对吧？再见，好的，我们走吧。好吧。是干净吗？你相信吗？这个菜。哦，我需要点一些水果。今天就吃完那个香菇，哦，就在这边。还有很多苹果没有吃的。好的，那我上一些香蕉吧，就在那里。来不及了。是不是来不及？哦，那我先走吧。你跟我一起去吗？一定要买吗？明天买不行吗？好的，明天给我买吧。明天自己买。那
现在几点了？现在好的，那我就对，现在已经差不多七点，那我就八点开始雪吧，告诉你。好的，铺好了。好了，谢谢。好，谢谢。OK， 好的，那您走。我看，那您拿着这个。为什么要拿着？你在录吗？对，当然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生活。OK， 你快点开吧。我要回家吃东西了，饿。你饿吗？饿，非常饿。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差点就练过去了。干啥去啊？干啥？回家吃东西。好的，拜拜，老板。拜拜。开安全一点吧。你开，我，你是在说我开的不安全是吗？对。打喇叭耶！打开喇叭。没素质。你为什么不怕地雨啊？我是你的朋友。我怕你会把我们的稳定器丢失，丢了。那你就好好开啊，那就等于你开的不好。好的，那我们就找到那个大米。我们爬楼梯会不会？你快点去拿大米，我现在只想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好饿。你好饿吗？对，非常非常饿，饿到我可以把你吃下去。你的稳定器吧。没有啊，你跟这个手机就说话，你为什么？我不想说。别，你快去，我要来不及。哎呦，别老是很害羞耶。我来不及了。我们都喜欢你。快一点，我走。哦。你要不快点，我走了。我们都喜欢你耶。撸。切。还有啊。这是什么？这是那个艾草做的面包。啊，没有坚果。没有。好的。就是那个草做的。好的，来一个。你试一试是吧？我也是拿来送的。哦，是吗？对，就是有人有来想吃，就是送。啊，没关系，没有。它是野菜，就是我们吃的那种野草。野草。野菜。野菜。对，就是春天时候才会吃的这种草做的这个。好的，对对对，那这个这个多少钱？不用不用，你确定吗？确定，确定。OK， 好，谢谢。好的 ，OK， 谢谢。送他们。OK， 好，谢谢。OK， 拜拜。要实力的一个啊，一个视频啊。好的，好，好，拜拜，下次见。他送我一个吃的。真的吗？对，是叶菜的叶菜。什么？不知道叶菜的。什么是叶菜？对，我也不知道。好的，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拿着冰的吗？你可以帮我拿吗？好的，拿好。也害羞嘞，突破社恐，对吧？突破社恐，打开你的心。打开一点。我还要配合，你那不都配合？有个事故怎么办？有什么？有个事故怎么办？有个什么？事故。什么事故在哪里？就滴滴。他要 turn， 所以你可以走， yeah, 朋友。好的。expat 用中文怎么说？什么 ？expat 哪个 expat？ 就是刚刚那个吗 ？expat 就是 expat 用中文怎么说？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个。expat 我不知道是什么。It's like 外国人，但是好一点，好听一点。那就外国人呗。外国人挺好听的呀。expat 哦 ，expat 哦 ，OK foreign like the expat group right？ Yeah.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叫外国人呀。没有人知道。那个家在哪？看路好吗？
庄之壮，你横冲直撞，你东张西，你要一个吗？你要吗？你要吗？你要吗？啊，有烤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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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肉，爱吃肉，肉呢？肉，不是肉，是肉。OK。可以停车的吗？可以停啊，直接推进去啊。你确定吗？去推进去，你为什么？哎，太傻了。哇，Yeah。不是我教，他自己学的。我不教他。哦，谢谢。教不了。哦，说的很溜嘞，哇！可能在义乌待的久，义乌的话我们都学不来，啊，很难听，哇！他们厉害哦，厉害，啊，学语言真的很厉害，啊，啊，我们啊，英语都学不明白，啊，是吗？好，拜拜。哦，我的外卖到了。你还点了外卖吗？对啊。不是一个全面的营养，你懂吗？你懂吗？对，你不懂，你就是不懂。我可以说我不懂，你不可以说我。你就是不懂。我懂。好，我在这边。为什么？你可以帮我拿起这个。好累，哇，太重了吧？没关系呀，这么憋路，好吧？好了，那你说再见。再见。